美国总统川普专车昵称为野兽的凯迪拉克下月启用，这头八吨重的野兽价值150万美元，到底多生猛？装甲门20.3公分与波音757飞机舱门一样厚，这是全车唯一能开的车窗。后座可乘坐5人，卫星电话可直通国防部副总统。车窗玻璃共5层，可抵挡穿甲弹。军用装甲车身，装甲油箱填窗发泡材质防爆，特维拉强化轮胎防穿刺，就算爆胎，钢制轮圈可撑起车辆继续行驶。强化钢板底盘，化武攻击也不怕，车内100%密闭。后车厢有催泪瓦斯、灭火器、供氧系统，车内配有急救箱、血袋、烟雾弹、霰弹枪。车头有夜视镜头，可喷催泪瓦斯。驾驶为疫情局干员，受限在乘客不受伤前提下，将车子当成武器攻击防御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7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